哇，开局三分钟，你哪来的六神装？刚才我脸探草丛，居然发现一匹大红马没人要，我就把它卖了，没想到这么值钱。天大龙，你把关羽的赤兔马卖了？是他的。快，你快下线，躲得越远越好。怎么了嘛，一匹马而已，我躲着他点就是。宫门，地图上怎么看不到关羽？宫门，啊，谁？宫本，你吓死我了！还我马！关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雨芬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我找我们！啊，鬼呀！李白大哥救我！我鞋子都没钱买，你就六神装了？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卖了关羽的赤兔马。什么？关羽马没了？完了，他视马如命，他的怨念会一直缠着你。还我马！好游戏吓死我，再也不玩了。哎，小朋友，旋转木马时间到了，再玩要买票哦。给，再转一圈，缓缓神儿。这点钱可不够还我马的。这里黄绿蓝什么颜色马都有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我的是红马，红马。发现一个红马，这里。